我让你给我设计一张，你给我交这么多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是想给您多点选择，没准哪张您就喜欢呢。叶璇，永远都不要交连你自己都不自信的设计，否则它只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。 我明白了，李首席。笑一个，一会儿出去别丧着个脸，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了一样。张老板来了，快来呀！他想干啥呀？这是我们设计部新来的。 看看人家张老板这么大热天给咱送水煮鱼来了，还不赶快谢谢老板？张老板好，谢谢张老板，张老板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哎，小姑娘，我的广告是你画的吗？是我画的，张老板，您多多指教。你是学什么的呀？我觉着你不会画画。 张老板，我大学学的就是设计。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画一个一天能卖出5000份以上的广告，知不知道？嗯，得炸，得火，让谁一看都忘不了，都想起我的张多鱼的水煮鱼，得流口水，想吃。嗯。哎，你是不是没吃过我做的水煮鱼啊？没吃过。 你没吃过我的水煮鱼，怎么能给我家画好广告呢？啊，你吃过，好吃不？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今天请你品尝品尝。好，张老板，我现在就吃，我保证设计出让你满意的广告。吃吧，吃完以后我保证让你脑子里能想出好的广告。好嘞，我现在就吃。哎，别别别。 好不好吃？嗯，太好吃了。璇璇，你年纪小，社会经验不足的。妈妈就担心你在上海呀，被别人欺负了。知道啦。同事都对我特别好，房东也对我特别好，就放心吧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我去做饭了啊。拜拜，妈妈。你是在这儿？嗯，我就随便溜达溜达。哦。 那溜达吧。哎，我可以帮你搞定水煮鱼那个案子。真的假的？不过有个条件。你说。和我相亲。啊？牌子别挡脸，把牌子拿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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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看到你的脸。对，拿下来，露出脸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对。 就是这样，哎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笑一个呀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对，笑一个。陈哥，你这么拍我，客户能同意吗？客户已经同意了呀。啊？再说了，拍你的话还给公司什么的费了。模特费多少预算？200。200？能请到什么模特？ 这不是找不到吗？所以才找到你了呀。忙我也帮啦，你该告诉我怎么搞定李首席了吧？你知道李首席为什么这么在意豆可奶茶这个单子吗？因为豆可奶茶是个大客户。对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李首席最爱喝的呢，就是豆可奶茶的豆可布雷。如果你能在下班前送他一杯，今天晚上的生活你就会过得好受一些。 啊，对了，豆可奶茶每天限量供应，5点半准时关门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。加油，少女！周总，我们设计部是不是跟你有仇啊？我上一次态度不好，我是不是跟你道歉了？对吧？为什么每次都开始针对我呢？嗯？
什么意思啊？非要让我给你上一课是吗？广告设计、形象宣传，那是我们设计部的事儿。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外面的设计公司来参与公司自己的项目呢？你们市场部的手一次次伸的也太长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把我们设计部给你并过去。张总监，您先冷静一下。我们做市场的，自然希望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创意。 这是为了项目，希望您能理解。我理解，你的呢？我们设计部有那么多优秀的设计员，为什么不用？据我所知，你们设计部首席设计师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3个月了，了如指掌啊。所以呢？所以这说明您似乎对您的优秀员工不太满意啊。 更何况之前因为您们部门设计形象海报这件事情，季如新非常不满，我们也是考虑到他们的感受，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就是你们市场部对我们设计部不满，非要搞一个外面的设计公司跟我们一起竞争，一起竞标，对吗？您是对设计部没有信心吗？博文，年轻人不懂事儿，说话太直了。 去我那儿拿点茶，去去火。喝你的茶，浪费我们设计部的水。哎，张总监，您的资料烧了吧。哎，南哥，你刚才是没有看到张博文走的时候那个样子，脑袋都冒烟了。哎，说真的，我真希望这一次设计部彻底输给巴巴埃德，我这样我看他那个张博文还敢怎么嚣张？ 就算设计部赢了，我还是有办法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巴巴埃德输了，我们就对外宣称奥可集团非常重视这一次豆科奶茶的5周年庆，邀请了很多设计师，经过3轮激烈的比稿，最终胜利者居然是奥可的设计部。这也是一种宣传，最终受益者还是我们集团。南哥，你这都想得到啊？ 你果然是我心中的商业奇才啊！收起你的马屁，陪我去看豆科的门店。好嘞。这个时间段的客流量还算蛮大的嘛？怎么样？我们的推广效果不错吧？是的，毛副总监。上次我给你们物料，怎么没有发上去？现在立马给我换上去！张副店长，现在马上。快去！ 怎么样，南哥，你要不要来一杯啊？我让你来就是喝奶茶的吗？发现问题自己记下来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去二店看一下。哎，南哥，你看什么呢？你先去二店。走吧。哎。 南哥，你不去吗？废什么话呀！发现问题，记录问题，快去。是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一杯红豆奶茶。15元。好。你的奶茶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3杯够可不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只剩最后一杯了。那就一杯。17。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喂，你撞到我哎！你赔我奶茶。你自己走路不看路，撞我身上还怪我喽？哎，我噎到你我就倒霉，你赔我奶茶。行。
杯奶茶嘛，我再给你买一杯。你买什么呀？最后一杯了，我不会没有奶茶。一杯奶茶，你少喝一杯奶茶会死吗？不会死呀，没有这奶茶我就完蛋了。我给我奶茶。你这个道理好不好，小姐？是你自己咒我身上的耶。你说你没咒，你个渣男王八蛋，别让我再看到你，气死了。你给我走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我陪你，我陪你，行了吧？你怎么陪呀、啊？都没了，完了没了。王天宇。那杯奶茶呢？拿回来。你不是不喝奶茶吗？我现在又想喝了，不行吗？